我本来想说休息一天了，他妈一直忙到现在，妈我都说我自己是第一把交椅了，我本来想休息一下，妈做做小模型啊，搞一些有的没的啊，对不对？弹一整天的琴啊都可以。结果啊，我发现这个沟通啊是不会停止的，因为我会有出去啊，人家就会有进来，是吧？不管是莫名其妙有一个人在我一片打字啊，或是怎么样，都会有一些。涟漪是吧？一定会表达某些想法啊，所以根本没办法休息了，对不对？根本没办法停了，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梗子啊，我也没办法安心的玩我的东西啊，对，玩我的东西，不是，我们来看哦，就发现很多那种大公司啊，反而，好像会到后面哦。这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圣经，是吧？没办法，谁叫我圣经读得太熟了，对不对？这本圣经啊，我看了57遍，知不知道？每页画都烂掉了。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啊，19章啊，30节，那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所以那 TVBS 啊，全部都是后面的嘛，因为都很逊啊，对不对？在后的将在前呢，在前的将在后。马太福音20章16节，还马可福音10章31节，在后的将要在前啊。路加福音啊，10章30节，在前的又要在后啊。好，自己洗牌哈。